们鼻腔哦，其实不是往上插，应该是插上去要往后，慢慢往后。快塞我们做过去的经验哦，如果你是有症状的，咳嗽、喉咙痛、流鼻水，阳性的话哦，大概可以说99了，是鼻腺癌阳性。第一步哦，先去洗手，然后要详细读说明书。因为哦，有不同的快筛哦，有时候它的不一样，像这个叫它 B4D， 把这个叫检测的液体拿出来，拿出这个棉花棒，手要拿的地方来打开，拿出来以后，我们鼻腔哦，其实不是往上插，应该是插上去要往后，左边先在里面转动以后，还在做右边的，慢慢往后。就是到碰到阻碍，然后这个打开，这个插进去以后，搅拌至少10次，1、2、9、10，然后呢，这要给它捏一捏，按一按，混合更均匀，这个给它套上去，然后混合均匀，然后滴4滴，1滴、2滴、4滴，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然后拿出手机，看着15分钟，紧张的一刻到了。我们看着我的码表等14分钟。快筛我们做过去的经验哦，如果你是有症状的，已经到咳嗽、喉咙痛、流鼻水有症状，那去做。阳性的话哦，大概可以说99了，是鼻腺癌阳性。我们现在是主张哦，快筛阳性的人才去我们那其他筛检站去做鼻腺癌检测。哦，你不要去跟他挤了，因为你说有病的才来，没有病的不要来，或者说可能有病的才来。最后结果，这吉人天相，只有对照那条线有，这个诊断那条线没有，所以我是阴线的。